家早上好，我是 Jazz Alex 下线总量组织，我是 KL 人，然后来自新加坡啦。然后跟你们讲哦，你们一定要去 MSS 哦，因为之前的 TBLC 是吗？我就是去了那个 TBLC 过后哦，从 Sapphire Manager 身上我的 ESM 看到吗 ？ESM 来近一点，不然看不到。OK， 就是因为透过 TBLC 我才上我的系统会员的，你懂吗？然后哦，之前呢，我去 TBLC 我只是一个人去罢了。我跟你讲，太可惜了，因为一个人去哦，你只能自己燃烧，没有人跟你一起燃烧，你懂吗？所以哦，我 commit 哦，我 MSS 哦，一定要带比上次更多，小声一点跟你讲，我要带跟他一样，30个人一起去，好不好 ？OK， 所以3月1号在 MMS 见。让我们的热情燃烧全世界 ！Oh yes！ MMS 我们来啦！我们沙巴领袖将会有30位领袖呢，从 KK 飞过来向成功的领袖学习。我们每一个人的费用没有少过1000块，因为我们相信大活动将会有大梦想，大梦想将会有大行动，大行动我们沙巴将会有大成功。我们还会继续鼓吹这个2013年最强势的 MS， 我们会一定 target 50位领袖一起出席。我们这群沙巴的红叶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用热情来燃烧全世界！